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感谢缘分，这里是中国鬼怪排行榜的香火延续，不畏风雨，至少我会陪伴大家十年的壮的响亮。最近几天翻一本唐代的旧书啊，叫做《酉阳杂俎》，里面有这样的一则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唐朝的太和年间，河南有一个人叫郑仁本。郑仁本呢，给这本书的作者叫段成式讲了一个事件啊，说自己的一个表弟跟一个朋友王秀才啊，王秀才经常上嵩山去游玩。有一次呢，两个人就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走进一片树林啊。进了树林之后呢，就起了浓浓的那种迷雾，使两个人迷失了方向，就兜兜转转在困在其中啊，走不出去。白天的时候呢还好说，这眼看就要黄昏时分，日月交替，天色渐晚了，两个人也很疲惫，就坐下来休息啊。河南啊，咦，这个咋弄嘞，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反正想说山中毒蛇猛兽甚多啊，前两人已经饥寒交迫，夜晚呢气温转凉，万一要下雨的话，就算不遇见猛兽也会被活活冻死啊。恐惧和伤心，然后两人相拥而泣，俩男的相拥而泣。耳听闻，我操，谁在那打呼噜啊。两个人顺着这个声音的方向呢就去寻找，看见一棵大树的背后有一个白衣书生枕着一个包裹就在那睡觉。王秀才呢就走到跟前，轻轻地推了一下，说先生，请问下山的官道怎么走呢？那个白衣人睁一只眼睛啊，看看没理，转身又睡。王秀才就再叫说先生，那个白衣人就有点不耐烦了嘛，就用一只袖子挡住自己的耳朵啊。那表弟和秀才呢对视了一眼，心里边也明白啊，这位能在此安然入睡，也肯定是对这个山里边的地形熟门熟路，心里边很踏实嘛。那咱就耐心的在旁边静静的等待吧，也别把人弄烦了啊，想问路嘛。两个人就退到旁边的一个枯树，刚要落座啊，那个白衣人长叹一声就醒了嘛，长叹一声起身说，哎，过来吧过来吧啊。两个人就凑近施礼询问啊，说先生衣着非凡，请问您来自哪里呢？那白衣人呢就抬头指着那个刚刚日月交替，就是那个当空的残月，指着那个残月说，你们知道吗，这月亮是由七种宝物合成的，是一个圆球的形状，月亮上的阴影呢是反射日光照在那个凸起的山川上形成的，那里有82000人常年在那里修凿月亮，我就是这82000人的其中之一。那说话间呢就打开了自己的那个包裹，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斧凿工具，寒光四射，还有一种奇特的食物。白衣人说，你们呢吃了这个，虽然不能长生不老，但是终身不生病，这是一定的。吃完你们就顺着这个方向往前走，一直走有一个小路，再顺着小路一直走就是官道，就可以回家了。两个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就去看嘛，再回身的时候那个白衣人就已经不见了。我自己读书看到这里的时候啊，我就保持那个原有的那个姿势，但是脑子已经飞了啊，就最起码我估计我得愣了有一分钟啊。一本唐朝的笔记小说有这样的描述，我不相信是1200年前的作者脑洞大开编出来的什么什么神话故事啊。而且《酉阳杂俎》的本质就是一本笔记的实录，还有从事件发生一直到落笔成文，中间至少经历了三个人嘛，表弟是亲身经历以后描述给郑仁本啊，郑仁本再说给作者段成式，
这期间难免说有传达和理解上的不同，甚至有一些什么添油加醋啊，有一些细节的错漏啊，都可以理解啊。但是段成式嘛，书香门第，就是爸爸大概应该做过宰相啊，写笔记文章其实是非常严谨的，连正文本表弟的名字，这名字我想不起来，忘记了，他都要在书上写不记姓名，所以说明作者落笔是尽量不加主观的润色的，所以事件记载的可信度非常高。那么月亮是由七种宝物组成的，我认为他这个沟通方式就是月球就是七种主要的物质构成，就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分别是42%的氧，21%的硅，13%的铁，8%的钙，7%的铝，6%的镁，以及3%的其他混合物。这个混合物里面当然什么还有什么锰啊、钛啊、碳啊等等啊这些物质啊。好 ，OK， 也许我们跟白衣人对物质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啊，他可能。就他算那个物质的合成物的时候，比如他可能算的是什么铝镁合金啊，或者氧化硅之类的，他把那几种物质算在一起啊。但是古人能对月球物质合成有这样的一种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对我而言就已经匪我所思了啊。那月亮是一个圆球形，其实这个在战国时期那个叫什么张衡啊，张衡的浑天说本身就已经有这个理论在了啊。但是我不认为这种理论在当时的民间是那种普及性的，并且被民间普遍认同的啊。还有对于月球斑驳阴影的那个描述，是反射日光照在月亮上的山川形成的阴影。这我觉得没在月亮上亲眼见过的人，我作为一个现代人，我是无法判断古人他是用什么方式去编造出来的啊。那再接下来呢，常年有82000人在月球上修走，可能是仅仅负责修凿的就有82000人，此外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啊，也有可能全部82000人从事各种各样的工种工作啊。总而言之，所谓的修凿就是在月球上确实有人施工或者工作啊。最后打开那个所谓的包裹，看起来是一个工具箱啊，里面除了非常精密的工具之外，还有一种怎么说呢，叫食品药品混合的一种代餐，可以饱腹，可以均衡营养，可以长时间大幅度的激发人体自然的那种免疫力。这种神奇的代餐，我们在很多神话中有过各种各样类似的描述啊。前年鬼怪排行榜刚刚开始录的时候啊，就给大家讲过李卫东的《外星人就在月球背面》这本书，就上古大神那四期啊。之后呢当然之后还有缘跟李老师相识啊，那是一位很有学识很有趣的一个学者，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老头啊。好，在那之后呢，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一些新的资料，进一步的坚定月球上确实存在生命以及高级文明这个迹象，不敢说这件事儿啊，这个迹象吧，好吧。直到前几天看了《流浪地球》啊，这部电影现在太火了啊。我自己就突然感觉，我觉得我应该再重新仔细的跟大家讨论一下月球、外星人等等这个主题啊，包括上古大神。先简单的概述一下这部电影的内容啊。人类最精英的那些天体物理学家发现，太阳持续老化，内部急速坍塌，会在100年内发生一种叫氦闪啊，就相当于这个东西爆炸了，急速膨胀，放大数百倍。就比方说这是地球啊，它在爆破的时候正好波及到地球。
就在它那个爆炸的范围之内啊。于是呢，所有的人类空前的团结在一起，决定将地球改造成一艘宇宙飞船，倾尽一切力量在亚非大陆建造了12000个推进器，就是有点像火箭推进器的那种啊，准备逃离到4.2光年之外的半人马座的比邻星。第一步是用42年的时间使地球停止自转，这就引起了那种连锁反应嘛，就是先是推进器产生高温，然后融化了南北极的冰川，使得海平面剧烈的攀升，然后地球自转减慢，引起了地壳的震荡，以及各个星体之间相互的那个磁场的交互作用，引发了海啸、大洪水。地球在脱离了原有的那个轨迹，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的时候，使得气温骤降，将整个地球冰封住，就是一个大冰球啊。人类呢无奈就搬入了地下城去居住，等于说还没出发，地球军就已经灰头土脸了啊！当然，看了电影之后，我也迅速的去看了原著，原著也很有意思啊，就整个故事是更加丰满。这地球跑了很多年之后啊，地球人类发现啊，太阳并没有所谓的氦闪，这件事没发生，我们都被骗了啊！于是呢，就全世界各地，当然都在地下城啊，发生了哗变，有很多军人也叛变了，然后警察也叛变了，民众也叛变了，最后呢，就把仅剩的5000人，就坚守会太阳会氦闪的这5000人，就里边包括联合政府，包括政府的一部分军队，以及那些物理学家、科学家啊，然后人类呢就把这剩下的5000人。赶出了地下城，这5000人就在地表活活的被冻死。之后不久，大家眼睁睁看着那个太阳，就冻死不久啊，这5000人眼睁睁看着太阳爆炸，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红色的星体，才反应过来，哦，自己屠杀了这个星球与人类文明的拯救者，而且是这个星球仅存的这些人类里面最最精英的那一部分啊，强烈推荐大家先看这部电影，再回头去读原著啊，二者对比就非常精彩。当然，我这么简短是没有办法把整个故事说得特别详细的啊，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外星人就在月球背面的那个理论啊，月球就是以某种方式从宇宙的某个角落移民到了太阳系。我不知道刘慈欣有没有看过《月球背面》这本书啊，但是这两个想法的确是格外的接近啊，只是说他转换了那个移民的主体啊，那个是月球，这个电影是地球啊。首先，一个星球上的文明原本居住在地表，后来迁徙到了地下城，看来对于文明而言是一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其实很难在一个星球的表面去判断这个星球是否存在生命，连地球有没有地心文明我们现在都没有判断清楚，又怎么能够轻易地说月球、火星是没有生命的呢？我们真的无法从一个星球的外部环境去推断它是否适宜生命生存，因为流浪地球的那个后来地球的环境已经是非常非常恶劣了啊。当然人类在上面还有可能继续繁衍生存下去啊。当然我这些都是有可能基于科幻的角度啊。我现在发现宇宙生存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个文明在这个宇宙当中获取能源的能力，只要他们有能力获取能源，就能够繁衍生存下去啊。如果月球本身能源充足，或者干脆人家那个文明就不在月球上刨能源啊，就直接吸收，而且能够充分利用太阳的能源啊，那对于他而言住在哪里都无所谓了。第二，
月球的正反面正好符合一个星体曾经高速航行穿越星际该有的那个模样啊，就是两面完全不一样，就正面相对平坦，但是有很多的陨石坑的撞击的深坑啊，另一面山石林立，坑坑洼洼，大小山脉密布。看过电影的同学应该可以去想象啊，那个推进器的燃料就是一个一个的山体嘛，就是说白了就是烧石头啊。地球如果真的用2000年的时间不断的开采，不断的燃烧自己，当他们飞到半人马座的时候，也基本上这地球整个被扒了一层皮啊，扒了几层皮，到了地方的时候，可能那个地球已经缩小到缩小到很小了，就是小了好几圈。他们在背面一面就是一直不断的开采，一直不断的开采，一面是迎风前行，就感觉这一面一开始也是一个怎么说麻麻咧咧干干巴巴的一个星体啊，宇宙空间一看，哎，小的飞得挺快啊，盘它，就在这一面一直盘它啊，所以这一边就相对来说平整。大家想象一下啊，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啊，人类为什么不选择制造一个超级大的宇宙飞船，而去选择这么难度这么高的去改装地球，给地球装上那么多喷射器啊，发动机之类，不能是发动机啊，就是推进器啊。我在月球背面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疑惑，为什么会他们驱动一个月球。刘慈欣在这里也给出了答案，我觉得这答案太完美了简直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只能制造出体量相当于上海最大了，相当于上海这么大的一个飞船，对于4.2光年的飞行距离，对于2000年的移民时间，对于30亿人口而言，宇宙飞船的生态系统根本就不足以支撑着所有的一切，所以必须驱动整个星球向前前进。但是在这种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压力下，我相信如果这个故事继续往前推进啊，我相信它一定会倒逼人类在科技上短时间之内急速的发展，而且时间不久，几个国家的政府就会完全合并统一成一个，大家在保障了自己语言、民族特性、宗教习惯的基础上，统一一种官方的用语，统一一种货币，统一一种什么什么什么，各种统一啊。所以呢，它减少了就是人类互相之间的那种猜忌争夺啊，什么等等军备竞赛等等，全部都一致对外了。整个人类会在这次危难之中团结一致。其实一个文明能够用自身星球的全部资源去驱动移民的话，就已经进入了那个叫所谓的一级文明啊，这是苏联的一个叫什么卡尔达肖夫啊提出的一个宇宙文明指数啊。在地球流浪的过程中，如果能够遇到，就我是说之后啊，如果能够遇到其他的行星甚至恒星，可以利用其他星体的资源的话，就等于这个文明就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自动升级成了二级文明。说不定人类会在流浪的过程中发现，我靠，原来出外混这么比原来守在一个地方还要屌啊，就是原来宇宙的资源是这么的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会儿在路上捡一颗什么什么星球，获取了全部的资源，榨干盘它，把这些资源充分补充到地球母星上，再把那些残渣抛向宇宙。那么地球人类会最先利用这些资源干些什么呢？很大的可能性，如果是我，很大的可能性，我会先巩固防御，就巩固这个星球的防御，提炼研发一种超级强韧然后又很轻的合金镀膜，把整个地下城地心，就这不地球嘛，他们做了个地下，扩建到能扩建的最大，然后用这层镀膜给整个星体的内部做一道城墙，
就让它格外的坚固。所以为什么月球的那个地表之下就越来越坚硬，越来越坚硬？我觉得他们是经历过跟我们一样的事情啊，以此来尽可能多的减少人类灭绝的风险。如果在这个流浪的行程当中，能够发现一些大小合适、能源充沛的小行星，我觉得人类就会派驻军上去，驻军和工程兵吧，然后用驱动地球的方式，让这些星球在地球的前后左右布满，就捡一个星体就跟地球一起飞，捡一个星体就一起飞啊，弄108个盘它，然后呢就前后左右都布满了嘛，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联合舰队的形式啊。有那种地球当然是母行星咯，然后有那种主力战斗行星、护卫行星等等，然后利用各自行星的矿产资源，大量的去建造各种形式的宇宙飞船，宇宙飞船的战斗群吧，然后补给群、工程群，用这样的发展速度，大家想一想啊，在流浪的过程当中，用这样的发展速度，科技发展2000年，等我们真的到达了半人马座，我觉得已经是一个新兴的三级文明了。到那个时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这真的就不可想象了。可能流浪，就是流浪地球的这个计划，就自己演变成了宇宙播种计划，就不再是孤独的那种流浪前行了，已经非常有自信的一个文明了。也许主行星群留在了半人马座，然后大力的去开发这个新的星系，其他的小行星继续去探索或者殖民嘛，那些还未发现的星系。也许人类已经习惯在宇宙中流浪的生涯，真的演变成了一个宇宙游牧民族，只在半人马座留下一颗小行星，在这里播种人类的文明，剩下的母行星的舰队去探索更深处的宇宙。那么这颗留下的小行星的未来，就很像我们外星人就在月球背面讲的那个月球曾经发生过的历史。这一集叫什么？应该叫流浪地球后的未来畅想啊，就讲到这里，抽奖啊。好，10张手机太岁符的贴纸啊，就因为是抽10个人嘛，我再就不给大家浪费时间了，直接对着电脑拍了啊。好，恭喜10位幸运的小伙伴，钟哥依然包邮的送给他们啊。那么下一期抽啥呢？聪明的你肯定已经就盯着他们很久了，就是这一大一小的两个宇航员啊，欢迎大家加公众号壮的响亮，积极参与啊。这两个宇航员怎么来的呢？是壮哥最近做了一档新的节目，叫做95后头条啊，这是那个95后头条后边的道具啊，大家可以在 B 站搜索95后头条啊，去看那另外一个我导的一个节目啊。公众号壮的响亮还可以找到小程序票圈长视频，那里有往期的全部视频，海外的小伙伴也可以在 YouTube 上关注中国鬼怪排行榜频道，那里的内容更丰富哦。拜拜。